什么豆腐渣工程？你知道建筑跟建筑之间不能太紧实吗？你万一地震的话，它因为没有地方可以那个，没有空间让那个，要怎么讲？你如果地震发生，如果你没有空间给它一些缓冲的地方的话，很容易就是造成就是会更容易龟裂还是怎样的，你知道吗？知道这件事情吗？所以你其实要有一些空气空间，让那个地震的时候有一些缓冲的地方。Do you play Minecraft？ 什么？这个最后两个我就不看了。基岩版吗 ？No。知道怎么拼？基岩版另外一个是什么？正式版怎么拼？正，waterfall 虽是，所以如果我有那种学校找我去演讲之类的啊，我一定跟他讲说英文一定要学好哦。不然就跟我一样哦，笑死人哦。这边，沙子这么多。哦，对，Java啦。哦，我怎么想不起来哦？天哪，我怎么？哦，现在讲英文。Oh my god！ 不行啦。笑屁哟！为什么可以有这么讨厌的贴图啦？我现在会动，讨厌呢。长大变繁星，然后说哦，好好哦，长大可以变繁星耶，又会画画，又会实况，声音又好听。那我以后不学英文了，有没有？这样变成这样子怎么办？不是最好笑的是，怎么会连国外的人也问我说怎么不盖家？啊，外卖快就一定要盖家吗？还是他说怎么不下去挖钻石啊？我需要吗？有没有？为什么不挖矿？卖快不就是为了要挖矿吗？这盖起来有点危险呢，其实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盖起来。这条补起来之后，就会有一堆那个突袭事件产生。我干！不学英文不行啊，多游戏。对啊，所以我才说游戏。为了游戏学英文嘛，啊，我很多有也是学很多单字都是跟游戏有关的啊，像 play 啊 ，save 啊，agi 啊 ，int 啊 ，dex 啊 ，int。
对。豆腐渣工程抓到。手机不能送星星，你手机是最新版本吗？你要更新哦。如果有些就是因为没更新，所以送不了。FBI 什么 FBI？ 和和。这声音真的太大声，这不是下不下的问题，是声音太大声好吗？到底是哪个音效？你看这个啊，我靠，我知道哪一个声音了啦。那个声音是那个啦，网页的声音啦，所以我调不小声啊，白目。这声音不能拉小声的啦，哦。除非我把网页的声音关静音或什么的。哦，对，那今天的首播精华，声音会有点，就是我声音会比一般的还要小声，平时小声啊，因为，靠，哦，都你们啦，还有放错方块哦，都你们啦。你这挖起来好爽、哼，没用了。哼，没吓到，不好意思啊。没有在短时间一直吓的啦。说没有用哦、欸，我又有点饿了哎、欸，再去煮泡面吃好了。看一下附近环境哦。啊，要插火把了，要插火把了！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啪啪啪啦啪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。什么我又不玩恐怖游戏吗？白痴，就讲了很多恐怖游戏是玩的会很晕很不舒服那种，我是不玩的。什么叫做我不玩？干，你不觉得麦块就很恐怖了，还要玩屁玩？
不是，我不能讲出那种什么，好啊，不然你们抖啊，你们抖多少钱，我就玩恐怖游戏啊，我跟你讲，然后马上就有人去打小报告跟杰云讲，或去跟那个谁，雅思讲，然后下一秒就出现啊、哦，感谢雅思的超级留言，什么狗鬼的，就会蹦出来嘛，对不对？没有用啊，不行啊，而且真的要抖那么大笔的话，就不要用星星嘛，直接汇款给我就好了、啊。就等于是说，我给你钱，你可以录这个给我看嘛，就很像，就很像说，这样，比较像是你花钱去买一个影集，你们合资花钱买影集或什么的那种感觉。麦块不恐怖吗？我玩多少次被麦块吓到。等一下哦。再来要查货吧。就这样。晚上玩麦块不是常被僵尸吓到、啊、你说萧院哦。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。OK。看不见。一二三四。等一下哦，这什么？不好意思，因为十五那边影片案子询问服务决定，不是。干嘞，我就没。没有啊，有厂商找我实况，不，为那个啦，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，食物语，二三四五六，我刚才讲说很错，才把食物语移出安装哎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。二三四五六，二三四，一二三四五，接啊接屁哦，没时间，没我也没时间接影片，没时间后置哈。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。到了，什么佛跳墙啦？
然后最近看到一个粉丝团啊，是关于抄袭的，不是抄袭啊，就是他是应该说是仿图、描图啦，他就是一个图文作家，然后是用描图的方法在创作图片这样子。那通常这个东西很有市场，因为很多人不是创作的人，所以他们觉得这无所谓，他们只要看得开心就好啊。但是就是我们这种有在创作的东西，看到那种抄袭描图什么东西，当然会很不爽，所以通常都会有很多脑粉吧去护航，就说反正我们看得开心就好啊，又影响到什么之类的。就是描图的粉丝团啊，就是那种图文作家，因为他们是图文作家，就不是那种创作，就创作戏剧还是什么那种那一类的，所以通常这种很有市场啊。反正他们就主要是就是想要笑，所以管他描不描图，只要有梗就好，这样子。这里一二三。是圈圈吗？圈圈又是谁啦？白痴哦！那什么？那就连推掉吧。好。一二三四五六。哦，插好吧，插到这边来。天啊，一、三、四、五，啊，怎么一根？这根没错吧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三、四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对耶，插在这里。然后那时候我的手抽是那只，不是手抽啦，二十抽是抽到北京烤鸭。然后我看好像没有什么人在讲北京烤鸭是多好多好，我就把它移出游戏了。为了看教主面对英文，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组，什么狗鬼，关我屁事哦！我挖我的沙，你看你的英文啊。我还没吃饭呢。啊，一二三四五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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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六六六六六。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三四五六。我以为是突袭，他妈这只牛卡还是峭壁边卡很久，每次吓到我。今天也是举弓举到一半之后，瞄准那只牛，发现是牛，有三四五六，有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对，在这里。三四五，
怪怪，等一下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这里不对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哎，这是什么神奇的魔法？还是这根本就不对格？靠边，稍息立正站好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这个才对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这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没事。我跟你讲哦，然后就是擦一擦，擦一半，那个突袭突然出现，这也不是不可能的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一二三四五，哎、欸，北七，我上面插那么整齐要干嘛、啊？你们懂吗？我上面插在整齐，我又看不到。一二三四，然后自己还是乖乖慢慢那边数。三四六，哎，人啊就是傲娇啊，嫌半嫌东嫌西嫌一大堆，最后还是默默的在那边乱插插一堆。什么？下面插错歌？你在讲什么鬼东西？我怀疑你在开车哦。你说这边插错歌吗？还是上面那个？我怀疑你在开车。然后聊天室也有证据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哎、欸，秀，我跟你讲，你要不要以后你的履历上面写说一技之长或是你的专长，你就写卖快插火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有没有？你就写说你一技之长是卖快插火吧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你就说我已经练成说连数都不用数，就知道我哪边该插火吧，哪边不用插火吧了。你用我吧，我帮你整地，帮你插火吧。对不对？一二三四五六，这里。哎，怎么又错了？好烦哦。三四五六。哦 ，Magic， 好神奇。那为什么这边会插错？对，啊，一嘛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哎、欸，我想问你要当个画里的女生或男生，你要当谁？哦，动画里的男生或女生哦。哎、欸，靠腰，我记得我每阵子都会变呢、欸，每个时期都会想要变一个东西。就像小时候想当麻仓叶啊什么之类的啊，可是发现越后面的角色又越强越好，这样子。要当谁哦、喔？最近好像没有什么吸引我的动漫、欸。
有待我思考一下哈。不知道哎、欸，没想法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哇，现在才三点哦、喔，我以为四点了哎、欸，怎么那么折磨人啊？这游戏时间过太慢了吧？我以为会跟轻松生存一样，时间过得很快啊！啊，怎么时间过得这么慢？谁能告诉我？早点醒来，因为你很累吗？我很累什么？那我要写，我会抓龙，但是只限毒妖鸟那些害怕73%2的龙，也、欸、就是73%2的猎人啊！你还说人家73%2的龙？你在那边那个73%2的猎人，他们嚣张，我会抓蒙牛龙的，蒙牛龙而已啊，怎么了？为什么有什么好得意的？就只是个蒙牛龙啊！两只在猎人的眼中就好像是那种，他写说他会抓那个蒙牛龙吗？那在我们眼里就是，他早该会打蛋煮菜的之类的，然后还很开心说我现在会煮茶叶蛋啊之类的那种，懂吗？你这个很烂哎，废物。好，我们来开始盖村民该繁殖区繁殖的地方吧。然后我们下个画面见。OK， 我们东西都拿好了，那准备开始。哎，在这里，凿制砂岩放回去好了。等我一下哦。平滑，什么阿凡好严格？哎、欸，你昨天都没出现，我以为你昨天会至少出现一下下、欸，哎，你也没出现，我难过。哦，耳朵好痒，等我一下哦。所以要玩速叠，可是真没办法，我还没新增输入法。